下来喘点气，锻炼锻炼吧。你别喘了，小孩子，你说外界要啥意思？他不是，你看啊，今天上午吃饭完，咱去做个康复吧。做个康复回来，让你睡一觉，睡醒了刚好喝一点奶，喝奶那边有劲了，咱下来走。彤彤刚刚打电话来说，亲子房，你不是愿意吃啥包？还要说亲子房给你买个。买点糖给你送过来，一会儿咱下来就还等等，可宅的你啊！听我这话，咱俩弟弟，看咱俩谁走快。你不是跟俺聪聪说，那天说你过两天你都能跑嘞？那你锻炼早点下来练练，他离老干跑一个，宅呗。走。好，你看，好，这都对了啊！你喘气啊！不是，你看自己能喘气嘞？我给你套脚，点能喘气是呗？越来越好，一天比天好。嗯，你看这个。这个又，这个好也不是一样，是呗？嗯，能喘气了。来，啊，来，来，再往这儿拐弯，再往这儿朝这上。这，就是这，还是能拽拐弯。哎呀，来啊，我啥来啊？上床了，站起来，起来，来，再拐弯，往回走，站来，又出来，停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谁放的？我去了，站来歇会儿吧，行呗？歇会儿坐着，坐这个准营吧，站呗。哎呦喂，等我把又是黑的都给你送来饭了啊！哎，这让你拿牙，带点牙吧。带点牙可吃吧啊！给你拿牙的啊。牙另外拿的呢。吃完牙膏也吃这个不？我不吃，你好吃的。你吃吧。我吃的反正吃过了。我吃完饭了呗。我没有嘞，我一下班就过来了，来这看看你，给你买个饭。你吃了，我以后再去吃。别你吃吧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看你奶奶到底是这看见这是彤彤跟看见别人不一样哎。对，哦，不是把那我那房间卡拿的，咱俩卡咋的？整哪都哪都是，把我的，行了，小鸡蛋，还有哪的这大的？行，这是你的银行卡？这是银行卡？不是，这是身份证。这是身份证。这是身份证，你身份证了？把那养老保险卡了。这个是吧？这个抹茶吧？这个抹茶。嗯，给他呢。咋的？你哪放？你咋不要俺妈的地方？嗯。咱不要俺的房。就俺房。俺房给我了。他房都我花了。他房都给你花了。那我房给你花了，你自个花了，你叫我花不愿花。哎，这不连线，你知道呗？你看这还是，我这每天生活你，这还不如给孙子嘞。啊？直接把这卡都给你黑了，我哪我都能给你花了哎。那你放吧，奶奶。我放你花不便宜。哦。你放。你看俺姐姐来着，你咋不给呢？出丫头了，你这你看这多清气啊！啥也知道，快吃吧，还要给你买饭，莫白买，买来饭来，把那是卡一下给人家嘞，这人不糊涂嘞。哎，事儿可好了，是呗？那走了。